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牧区，在我舅舅家这边，冰天雪地的，全是雪。我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小马，咚咚咚咚，很可爱，它很乖的，也不怕人。走呀，我们往那边走。是不是有很多毛色各种不一样的？今天我来骑骆驼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我祖父的纪念馆，用蒙语叫拉森乔丁的斯蒂尔登。进去参观一下吧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祖父是我们蒙古族著名的诗人、作家，还有教育家。然后这是他之前用过的皮箱子，当时他用的马鞍。这里面是很多我祖父他们那个年代使用的一些家里的用品。这是我祖父结婚的时候用的一个蒙古包，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有点黑啊。然后有很多书籍都是我祖父去收藏的。然后去年立了一个牌子，我用蒙语给大家读一遍，就是多么多新超市店，我的零零零的超市，我的零食店搞的，我跟超市多的东西跟头。